就相当于没无尽的那种高伤害了，知道吧？你的英雄本身就需要伤害去，好像也没有那种 B 出恐怖的意思。 我他妈麻了！我操！我这么一想，感觉怪怪的呀！我操！现在就只剩我们了！我操！就是说，那狂风如果狂风不那个的话，就。 不想，这设计师不想让人出狂风的话，就感觉存在的意义就很那个。也不是女警开脸，就女警的话还好，女警感觉下个版本也不会说，因为女警其实挺吃无尽的，说实话，女警挺吃无尽的。 去韩服偷师，现在韩服已经改版了吗？我听说好像是已经改版了。 那我去韩服偷个毛啊？偷啥呢？这严格纯云玩家，我操，无纯胡扯。 刀哥，刀哥，刀哥，刀人，感谢刀哥的小鬼飞机啊！谢谢刀哥，谢谢刀哥，感谢刀哥的小鬼飞机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刀哥，谢谢刀哥，感谢刀子哥的小鬼飞机，谢谢，大喜大喜，爱你哦，刀子哥。
再看吧，这八点穿甲，你要是能打中肉也行。打不动肉，那还是不如出，你这3000块钱还不如出那个那个。所以说攻速对于Aphelios来讲，这个版本是完全没有太大必要出的，除非说你是那种阵容需要你的火炮，需要你的那个。有 Q 复议啊，为什么还有人不 W？ 还有人在我直播间是教别人不 W？
세계를 파괴했습니다. 파괴했습니다. 파괴했습니다.